家里还是很漂亮的，就
前几个新闻的美丽湾的案子，先停止开发了。可是刚好这次又回去台东，开发是的确，可是不晓得，就是刚好那边碰到一个也是部落的人，就说他那天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人在海边做装置艺术，然后被警察抓走了。没有关切，关切，我有去，要去哦，你知道那件事情吗？他是对讲得很恐怖啦。其实部落的人都很喜欢把一些事情讲得很恐怖。那时候我听到警察怎么，因为那个消息其实也是同隔一天而已，就前面先讲美丽湾的案子，先就是暂时。应该说停止开发，可是隔一天就有人就因为做把美丽湾的装置艺术的时候就被警察关起来了，这样啊？天天顺序颠颠倒了，应该是那个对了，对哦，对不起，我没记错，顺序颠倒，应该是那个美丽湾的装置艺术家先被警察关起来，然后隔一天美丽湾就被停止开发了。不知道，我就觉得还是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一直在东海岸这样的地方，还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就当作爱护地球嘛。台湾也没有几个漂亮的海边可以去的，东海岸算是比较完整，然后开车也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就不希望它变成第二个垦丁啊，全部变成财团的，也不能讲了，人类很需要发展，但是我觉得看这样的破坏式的开发不是唯一的发展的方式，真的要 BOT 交给我吗？我们来盖茅草屋，所以全部的就很像那个整个建筑群都是茅草屋，茅草屋也没办法盖很高呢，可以达到视线。但是为了符合大家的需求，茅草屋会有 WiFi。其实大家不需要到什么地中海式建筑物那边拍这种打卡什么，台湾就有了。突然就是靠海的一个部落，只是现在没有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很想盖一整个建筑群呢，像是茅草屋一样，然后有个性的建筑群。希望啊，有一天我当乡长的时候，没有没有，怎么变那么一阵子？其实除了唱母语，其实我还有很多中文歌，这也都已经放很久了。刚好今天有表演，就拿来复习。这只是认真都在唱这些歌，这首歌今天不要掉下来。开始之前，没有比现实的明白，就像平常一样过我的世界。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
像冰山上一样冰冷的心间，该藏回心有的春天，来迎接你的明天。也不知道梦想不懂遥远，再过多久你才会渐渐的发现，折磨的不限分散在不同的世界，原来自己那么的脆弱，不懂的事还这么多，和这个世界另外一面现在看见。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眼泪不要。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要掉下来。我说眼泪不要掉下来，眼泪不。很久没有唱国语歌了，我的国语还可以吗？今天就听听好了，我觉得应该，如果你这么熟悉我的表演的话，应该早听我唱中文歌。中文歌有些卖不出去的，今天会唱。其实以前也有唱过。歌不是一定要拿卖的，但我觉得写歌人也蛮可怜的，就是就很像农民，有没有？就我们在生产一些做那个作品的，可是中间包装的、就是编曲的、啊、制作的就可以把它变得很厉害，然后就可以很多明星唱了，不知道哎，可是写歌人就是很老实的，就是想写歌把作品拿出来的。像农民啊，其实写歌的人个性应该很像农民，很努力的在生产，还有一些不努力的。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消息，图腾乐团的主唱查马克啊，你还记得他吗？黑黑的有没有？胖胖可爱可爱的。还有，他已经录完他的新专辑了。我也蛮期待，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听过。其实不晓得什么时候，但确定是今年会发的。密切关切。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不行，太不要跟图腾拖鞋吧撞在一起，什么都好，要不然就在图腾拖鞋吧里面发片。就管他。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哦，最近有一个歌手很红。我突然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他的，你们听听看，这首歌叫《深夜》，深夜。然后想象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歌手要，其实他走一点点迷幻风格，林宥嘉。我家是原住民界的林宥嘉。是谁唱孤独的滋味，沦落的那又是谁留下
醉过那一位，还有一点疲惫，我觉得无所谓。两人本来都无罪，只是我看不惯谁又伤了谁。我相信我身上还有正能量。
花开结果的季节，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实现。我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坚决，也不是迫切付出主会的道谢的道谢，那些化成了泪水的泪水。我自己张悬，然后那时候他就来这边表演，他那时候是应该是唱片公司准备要发片的歌手，然后其实好像很多人认识他，所以他表演的时候超多人的这样。他那时候图腾才刚比完2003年的海洋音乐季，开始有些认识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到决赛，然后图腾表演有啦，大概5-6桌吧，其中有4桌都是好朋友，2桌应该他们是来喝酒的吧，我搞不懂那时候初等。然后那其实那时候张悬就因为他表演很多人，然后他那天就邀我来看表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有了不起嘛，你看就是他说表演多人，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好意思去那边，然后才知道他是很刻意的安排，因为也先这样子才认识温德音乐的老板阿斌，我觉得林慧斌老师这样，他怎么让我 他怎么介绍我出去的，他就在台上那边表演啊，唱一唱啊，然后他的歌迷都很安静，唱一唱很专心听他唱歌，他唱完之后他说今天有他认识一个觉得很有为的年轻人，他说他在现场，我们要不要听他两首歌这样，他就把我叫上来就上来唱歌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乐团，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平常表演都是跟着我的团员去表演，还真的不知道一个人唱歌怎么唱，就是表演他就在这个台上，可是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唱什么忘了，然后就这样唱完了，就弯的音乐的老板阿斌听到了，听到了他可能就有考虑了，这是2003年的事情，就发生在小河岸，你看2003年考虑很久，2006年吐的才发片，你说他有没有考虑，有啊真的考虑很久
的还撑得到，因为撑得到他把我们牵下来的时候，想想都觉得人好像总是有一些很奇妙的距离，就是有时候我们疑惑的时候，其实心存感谢啊，其实疑惑其实并没有什么，对我来讲，刚好最近中秋节，我想要写一首唱就。表演一首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感受一下中秋节的这种气氛。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原住民过中秋节？有没有啊？不是原住民，原住民每天都在过中秋节，每天都在烤肉啊，每天都在看月亮，在烤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水里藏宝那么的香，
我不一样生活在家乡，我去离开那地方流浪，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淡，却在这里惆怅。啊呜啊咿呀哦咿呀咿哦咿呀哦咿呀那呀咿哦咿呀哦哦耶呀哦咿呀咿哦咿呀。预告一下，今年读的很多学霸，本来想说十月，可能现在也要十一月了，因为除了查马克要发片以外，另外一个鼓手就要去马子刚那边，他也要发片了，很烦呢、欸。发片屌丝是啊，搞到最后好像只有我比较期待读的那学霸。不过还是觉得跟朋友之间的承诺就还是一定要做到，这样等我啊，就把他们搞定之后呢，再跟你们讲什么时候办，这样好。其实这一年其实还蛮多想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吧，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我曾经想说我想要回去到小巨蛋开演唱会。你不知道都兰小巨蛋在哪里吗？在都兰。对，因为台北的小巨蛋我唱不了。哎，我唱到哎，金曲奖的时候，一首歌五分钟不到，还不错啦，金曲奖哎，不是每个人都有。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唱。哎呀，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唱的。然后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想很久，这样就一直想说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刚好这一年碰到很多事情，就开始有一些反省。主要是在台北经营的表演，然后就我很会想讲。乱想，跟我一起相处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脑袋有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我在想什么。我都是自然的，我没有，我就是看到什么就觉得是什么，就把它连在一起啊。只是把台北经营出来的就是表演，然后跟你们会可能会想要看我表演的你们这样一起带我去都兰唱，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很厉害的感觉，只是多了那一套那个火车票来回啊。我是这么觉得，像那这个小巨蛋那么辛苦把这么多人带过去唱，那到底会变怎么样？刚好这几年参加很多音乐剧，就是我们自己部落里面的晚会啊，就是荒芜土地的晚会，就守护传统音乐的晚会。然后看到班奈姐姐那种，就是她用很多招募很多有心的朋友一起来保护东海岸，然后用一个东藏海岸的类似也是像音乐会的形式那样，很辛苦，很做了很多议题一样，然后都是很好的，可是就是觉得他们很辛苦，没什么钱，然后来参加的朋友也都是没什么钱。只有人跟力气这样，会怎样呢？然后又看到，肯定因为我太久没去春天呐喊，今年刚好跟。